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拆个榴莲盲盒。听说最近很流行的，一块拆榴莲，快两块。我这样，我抓。一个榴莲不大合适，里边果肉还比较实诚。看，一个小小的榴莲拆出这么多，还算可以。吃一块，太甜了，熟的透透的了。好吃吗？嗯，太甜了。